农历春节要围炉，相信很多家庭主妇正在伤脑筋，围炉大餐要怎么煮了。而理想大地的餐厅呢，今年带来一场不一样的春节飨宴。这一场春节围炉宴是由香港粤菜料理名厨李明耀先生操刀，以独特的厨艺和匠心呈现一场无与伦比的盛宴，欢迎民众相信可以外带回家团圆，品味正宗的粤菜美食。名厨李明耀特别注重粤菜的过年年菜精髓，擅长保留食物的原味，并以清新淡雅的风味著称。今年主推极品福满盆菜，每一种菜都经过精心处理，运用粤菜的烹饪方法，将各种原味发挥到了极致。里面盘菜呢，我们有鲍鱼、鲜干贝，干贝不是一般的干贝，是日本进口的啊，日本进口的干贝，这个啊。有鹅掌，鹅掌是比较特色啦，啊，就如果女生吃到咧，就胶原蛋白，哇，吃到都吃两三次，啲皮肤就马上亮起来了。有玉米鸡，有海参，也有沙子，有花菇，食材的味道都不一样，都呈现出来说，这个盘菜是很丰富的。理想大地也表示，春节还有供应多款式的优惠方案。包括春节桌菜、午间合菜、晚间合菜，以及象征幸福风云与平安的金年糕。今年最主要，我们除了就是除夕的围炉年菜，非常丰盛之外，那主推的是一个围春的福满盆菜。那其实这个也是延续我们粤式的一个菜色。那里面呢，材料非常精彩，非常丰富。那借由我们40年经验的一个。香港主厨的一个料理，不管从龙虾、鲍鱼、明虾、鲍鱼，一直到我们里面的所有的食材，都是非常棒的食材。极品福满盆菜售价2800元，优惠期间内完成预购并结账，可以享受9折优惠。不仅能够品味美味，更能够节省预算，为您带来更温馨团聚的时刻。这份美味不仅适合在家围炉欢度佳节。还能够送给娘家最佳的祝福，让吉祥福气伴随家人和亲友。记者林杰收封箱采访报道。